感谢坑哥同学当年要听秘密，所以恁家的人爱甲坑哥佮多我的同学掌声鼓励鼓励。无因当年因袂愿讲啊，因讲出来有诶个无认同在吐槽，因讲出来你若无认同，表示迄个物件是对的。啊你啊，哎呀，干娘拢对呢，迄就是迄头家咧甲我骗。好，一间公司啊，像六千起起来，伊上惊惊拄着啥物代志？这嘛是迄个建商的头家甲我讲，但是即摆起痟啊！伊起痟袂好个，这讲这出来真正足恐怖个。啊，因为因咧做工程做啥，因拢拄会着嘛，你知道？你无可能一般人无可能去思考迄个问题嘛。最怕遇到什么？不然我讲真啊，想想要讲啦，你 iPhone 你人吹风的是啥？一模一样，你知道？是一模一样，啊，就是俗，就是风的。啊，你讲迄是叫做啥？王八机，迄个做人讲叫做 A B 车啦。你知道？你说你卖用迄个概念来讲这个，我咧讲这个物件，你知道？迄是伊刚做出来，伊无交钱吼，互原厂的啦。人即嘛是大规模一比一做出，惊有原厂，安尼知意思无？所以你个头壳，你也要多啊发资，你还佫有小可一寡资啊，还佫投去。安尼若讲有想要投，你长期看，你久来投着啦。好来，我甲你讲，六千个吼，上惊就惊环评啊。你毋知影为甚物足侪要去越南，足侪甚物？六千重要是啥？燃油嘛，塑胶嘛。你毋知内底咧做联邦，你毋知嘛？吼、哦，好，我讲，伊就讲吼，迄工迄，我就头先听伊，我想奇怪，即、這个头家脑壳安尼，秘书讲敢若真好讲，我互伊听，伊讲，你讲足侪拢钓越南钓迄队嘛，对不对？我甲伊讲啦，坑哥迄缴规费，缴到你毋知啦，你知影是无？伊缴规费你知，你警察去人收规费，敢有可能去人知？无可能啊！你甲管区问讲，阮迄附近的脚臭警啊，一个月收偌济？无啦，我无收啦，我无收，我搁去遐抓咧。迄吼，输油管吼、哦，我是听迄个讲的。本节目言论跟白龙雪无关，我听一个电商讲的讲吼，你毋知影？迄一个韩管吼，台伫遐内底伊油。伊无可能用一台一台咧载啦，伊是安尼讲，无用迄油车咧载，伊就是用一个涵管，并且用好遐送个猪油槽，送个多，吼、哦，啊涵管就可能就像咱路看大大个迄种，啊，迄种物件待落去土地内底，会有一个使用寿命，吼、哦，一个使用寿命，然后使用寿命的时候，一年一年淘汰，然后变薄时，伊内底遐原油，伊咧送个化学物质，感谢。MTD 里头呢，它就会慢慢的会从管路渗透出来，渗透出来的啥，会开始招入迄个土地上，会处理啦，有啥物有镉米啊，有啥物小，就类似那种东西。啊，迄种物件维修成本是安怎，你毋知影？我讲偌济，来维修成本多高，偌济，知影煞知影。这是真正人迄个咧包工程咧讲的哦，我袂爱骗哦，见哦，你即做好听啊。你听了就啊不要学，是啦，完全袂好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打掉重做，无法度。坑哥讲是无法度，我讲我哪有可能？你全部搁讲起来，起了一百亿啊，变讲起了一万亿啊！你一个所在已经污染了，你搁甲讲起来搁做，开十万亿落，你嘛无法度。去改变边仔土质，已经去输掉化学物质啊！我哎呀，所在废话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！啊，即马时间到了，伊就是一直牵缠，伊去换伊，伊发现到，伊佫讲起来，佫加反平咧赔钱的钱有无？袂好啦，就换去越南啦，换去对啊！但是越南遐有一间嘛，一定拄着这个问题了，钱赚着啊，赚几下股本了，才佫去愈偏僻的所在，伊安尼安尼安尼，就是这样子，是啊。完全无多少，就像高雄气爆共款啦，伊无平，无人去改啊。啊，平了时阵有无？
平了时去做了较好，但是你要当假设抓一百年啦，也是会遇到那问题，那是地下管线伊的缺点啦，一定拄着迄问题啊。这就是一个使用期限，就像阿西的什么什么厝，就是迄种钢筋水泥嘛，建桥都听讲咧用测试寿命六十年啊。台湾工业革命这么较近，开始对一般的感谢易同学当然对一般的迄种老啊厝，三合院开始变老啊厝的时阵，你六十栋是讲哦，你敢有可能讲六十栋规个面容遐旧厝拢卡卡掉？迄、那个问题会变作侪，所以大概有可能啊吼，因为我可能看袂到啊，过一百年啊，一定增卡所在足侪厝。伊无可能好有钱开钱去讲掉，一定是伊地动沓沓摇的，摇到倒，摇到倒的，啊，地无死，才阁顶起起来。这就是厝的一个非常需要去，咩讲？迄就是换机潮啊，刚才讲是安尼啊。伊同时说。赞成，赞成，赞成！我甲你讲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大赚钱，你就是遮厉害嘞，遮厉害嘞哦！心脏的左边条，你遮厉害，你就大赚钱啊！这就是不变的道理啊！啊，我当初也是抓无条，我当初咧，家己咧卖车抓一半尔。我拄着过个，伊想要成交，讲我甲你讲，啊，我迄地嘛咧老油，好了，你试下，啊，你若发到同意才买，啊，我扣钱你。啊，阿妈，阿妈！伊就叫车行叫更款尔，向老油讲讲，对不对？我当若修理无好，修理无对，我啊都要老油，反正老油我扣一万落去，无够扣两万。妈妈，伊甘愿去买红买洗啊足清气的，有老油无？啊卖啊足贵的，啊即卖人哼，好佳哉无买遮买无偌久就遐哀啊，我拄几啊，我拄几啊届啊。